浅咯，见到。掹枪掹唔上嚟，我系掹唔到，掹唔到。佢仲要打开个冚掹出嚟，咦？有 T34咯，已经见到咯。咩啊？我进场啦。咁啊，开场跟住嘅梗系 T34啦，系咪先？喺博物馆度车翻两件出嚟。都有网友话呢个喺越南嗰边攞翻嚟啊。哦，系啊，越南仲有好多啊，系啊。系，佢话喺越南嗰边换搵啲嘢换呢架 T34翻嚟，喐得嘅要啊。诶，我同你讲，全场嚟讲咧，系得 T34同 T14未开过盖嘅。哇 ，T34难啲喎，搵只 T34，除非你见只蛙难就叫俾人开盖啦。真系啊，好全场，一两男子一两架。诶，后面跟住嗰架咩嚟？唔搞嘢嘅，睇睇啊。嗰个 Tiger 装咗好似20毫米嘅炮链咁样，唔搞嘢。我哋啲網友有啲話，估係罐頭嚟喎。不過呢個真係未開罐頭㗎，喺呢個即係起碼喺現代戰爭未開罐頭。以前同德國嘅即係坦克裝甲大戰咧，咁啊，當然都係好多損毀啦。但係當時因為產量實在太恐怖 ，T34好似幾萬架，所以即係咁啊，當時嘅德國嘅，比如話炮式啊、虎式啊嗰啲，其實夾埋都係得9-10萬架，咁所以基本上係即係根本擋唔住。个数量赢嘅，明数量差太远，差差几倍。三万人，你睇佢 T34后面嗰三架咧，系咪好似个罐口啊？嗰三架呢个普通嗰啲装甲军车嚟嘅啫，都唔使罐，即系开罐头神器嘅。你是但攞个 M72 攞咧都爆噶啦。你话你摆个30mm 炮上去，嗰个 Tiger 就冇。我而家睇到阅兵嗰啲车出嚟，好似啲罐口喺度走嚟走去咁。啱就系地满菠萝定系金宝汤啊？哇！佢靓仔，几靓仔喎！靓仔件衫都有啲水喉盖，嗰下犀利啊嘛！冇错 ，BMP。哇 ！BMP 二、BMP 三啊！诶，依架新嘢喎，依架未俾佢开过喎，依架。你讲 BMP 冇开过？唔系 BMP 后边嗰架。哦 ，OK。即系同 C14一齐嗰架。系。嗰架又系都冇用过。嗱，依架开咗啦，一定开啊！依架。咁啊，跟住应该系 T72 喎，十架嘅 T72B3M 好似系啊，仲有存货啊？哦，有实有嘅，即系阅兵呢家嘢咧，大家都知道，一定之前预备好晒啲闪闪令嗰啲啊，一定行得企得嗰啲。喺 T90 喎，啱开咗喎，两日前。个T90你好易认嘅，就系佢头顶嘅嗰个遥控武器炮塔啊。咁啊，呢个系 T90本身有嘅特色啊。T90M 嚟嘅应该系 M 先有 ，M 啊 M， 哇！我记得输入4啦，跟住口型，跟住就系龙卷，应该系龙卷风啦。哇哦，好型啊 ！T14，哦，跟住一啲嘅火箭军啊，火箭军系呢个龙卷风呢度。嘅多管火箭炮啊，咁啊以前嘅二战原型咧就喺嗰个霍秋沙，当时系即系打到德国真系一波一窿，因为佢发射快啦，量又大啦，啊对成个战场嘅覆盖系非常之杀伤力非常之大。你跟住嚟好似系导弹部队，咁快？平时好串噶，平时会好多噶。佢点啊？你听呢一扎咁大嘅啊车托住嗰啲系咪伊斯坎德尔啊？伊斯坎德尔嗰只咧就应该系诶，睇下先啊！哇，你睇咪 engine 喎？咦？阵亡相嚟噶？一车头相嚟嘅？车头相？大家见唔见到啊？个玻璃上面有个车头相嘅喎。
我真係喎，哇！真係好唔老禮喎。係啊。跟住有自行火炮啊！依、這個就係我哋講嘅，即係坦克嘅底盤上面加碌炮咧，就炮可以大隻啲啦，打得遠啲啦，不過就冇炮塔嘅。E.S. 系列嗰啲嚟嘅，冇斯塔克好似啊，佢同帕拉丁差好遠喎、啊。冇得比喎、啊，同帕拉丁大佬 B.C. 與前線都冇得頂，冇得比啊！分太遠咗喎、啊，冇啊 ，Marking 冇嘅，呢啲射唔遠嘅，十幾廿公里嘅。不遠的，即是你跟帕拉丁差很遠，未計增程型、啊、未計增程型、啊、A7 有些增程型很厲害的打到、欸、哇這麼長的一條炮、啊、喂令我想起獵炮、啊欸、我們剛才有沒有看到 T14 Armada 有啊有兩架而已兩三架跟住 T90比佢仲多啊！喂，点解唔俾个大特写阿 Mata 咁多年啦，一啲都冇变，仲系 prototype 嚟喎，冇意思咗，随便开改咩？哇！喂 ，Larry 兄，呢啲劲嘢喎！诶，咩嚟噶？碌呢啲就系我哋嗰啲仿火炮啊 ！S400、S500 系嘛 ？S300 嚟嘅两个，都仲系300。吓！而家仲攞啲300出嚟，我咪攞400添，系咯，系啊。阿 Larry 兄，我睇下我share 出嚟嗰个 OBS， 睇应该 S4 会唔会 S400？ 好过400咧，应该400啩？咩 S400？ 睇个盐制几时俾美国啦，诶。哇！個廣場塊地嗰十架八架裝甲車已經出曬痕啦，真係頂唔頂得順噶咁樣行法 ？BMP3 呢啲咪空降 ？BMP3 B 唔係空降兵嗰架應該細啲添。嗱、啊，咪空降兵咧，嗱、啊、大家見到海嗰、那個海軍之雲嗰架監等三又出現啦。嗯哼。BMP3 我坐过，妖砸个麦喺入边。嗱，呢啲应该就系空降军嘅，即系轻装甲部队嚟嘅。全世界即系俄罗斯呢班友咧，系试过系人车同时空投啊，即系掟架车落去咧，入面坐住人嘅，系佢哋先试过，全世界其他都冇试过，因为好惊人车一睇。系咪假人嚟噶？咁样掟落都冇事，唔系真人嚟噶，佢真系试过噶，系成功过噶，但系。聽講之後成功之後都冇乜即係大規模應用，因為始終驚人車睇大佬，你咁掟落去，你個降落傘唔係100%work噶嘛，係咪先？好危險咯，我唔會咁樣。同埋佢哋降落傘離地面嗰陣咧，佢哋會向下有一支鐵棒伸出嚟咧，掂到地面有一定距離高度嘅時候咧，佢哋向下發射呢個反衝火箭，就減低呢個降落速度。哦，係啊，不過即使係咁，入邊坐住嗰啲咧撞落去嗰嘢都好傷。那個反衝火箭未必下下 work 噶嘛？嗰架無人車啊，嗰架好垃圾嗰架。嗰架嘢點解係？哦，呢、這個裝 RS28 出嚟啦。系啊，系啊，依架嘢我同你讲，佢喺叙利亚打嗰阵时试用过，冇识路啊。嗯，哇，呢度嘢大啦，呢个萨尔玛，好巨型啊！哇，呢支嘢啊，一个法国唔见咗可以打到你。有啊，之前普京咪试射咗一支同英国啊，我打到你英国啊，打巢你。Simon， 你觉唔觉得佢好似都仲北韩冇得比啊？唔系北韩对呢啲北韩对呢啲嘅铺排咧，系做得靓啲，即系仍然停留喺好怀旧嘅70年代嘅 feel。唔系我话嗰碌嘢啊，我冇听过北韩话嗰碌嘢。佢唔够北韩大喎、啊。即系呢个世界喺炸弹嘅世界，只有越大就证明越衰嘅啫，真系。而家全部都係小型化、精准化。
诶，依家又未开过啊？依家仲未派过去啊？妖，即刻上系啦，依家系 T17 啊？乜回旋镖装甲车？依家新型嘅依家，系啊。唉，有鬼用咩？你装甲车嘅装甲有几厚啊？坦克照开啦。妖，俾我 M72 一下开过啦。好，咁大家睇完呢一个佢哋嘅即系部队方队之后咧，咁啊亦都睇完佢哋嘅装甲兵方队啊，成堆乱七八糟嘅开个罐嘅坦克啦，咁喺架 T34 大头啦，啊，喂，大佬啊，你 T14 你都唔俾特写镜头啊，真系，唉，我就咁过去啦，好快佢过咗啦，好快过，好快就过咗去，咁啊有 T72 啦，有 T90M 啦，有 T14 啦，咁啊仲有其他装甲车部队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就系空中检阅部队咯，空中方队。嗰個空中方隊，我哋睇下今次邊個大隊啊？我估係圖160啦，正路就。我覺得圖160同埋蘇57一齊。哦。圖160應該係中間噶啦，跟住就內圍應該係蘇57，跟住就應該蘇35、蘇34呢啲啦，即係正路啊。大天鵝喺中間，烏鴉喺隔離保護。我哋不如看看有哪架機是未試過在烏克蘭被擊落的，有哪種機型未擊落過，圖160咯，五七咯，蘇57咯，即係蘇57冇出現過嘛，米26都冇嘅，如果有米26出現，米26都冇嘅，係啊，人哋隱形戰機嚟噶嘛，梗係隱形噶啦，係咪先？走出個場嘅，睇唔到啫。咪你同個長官講，你最緊要當我透明喺度啦。喂，呢啲叫做我哋睇機殼攻動隊就係 optical camouflage 啊，光學隱形幾勁啊！哇，再加埋呢個物理空間隱形啊，摸都摸唔到。哇，普丁個樣坐得好愁。喂，佢講完嘢個啦，話時話。都一来冇长篇大论啦，二来亦都冇咩新嘅宣言，只不过话我哋吓而家同呢个顿巴斯喺度打紧仗，好俾乌克兰国家。会唔会唔系好够气讲咁耐啊？可能啲兴奋剂、啲药效都系嗰少时间。即系顶下算啦，真系唔好太咩啦，即系太讲究啦。喂，佢哋而家唱紧咩歌啊？有国歌啊？唔知喎。啲和友啊，吹吉他最劲，吹吉他，哇，好唔老嚟啊！诶，安哥拉嗰位系咪啊？系咪到嗰啲阿菲拉国家大出嚟？顶唔顺啊，竟然！我睇唔到尾啊！依阿菲拉国家出嚟同佢阅兵啊嘛，系咯，佢真系睇唔到尾喎。是不是有啲趌下趌下咧？行嘅时候，行路都有啲事喎。喂，佢好似有啲长短脚，发唔发觉？佢左边咧系特别摁向左边咧，系膊头系零舍好低嘅角度。哇！佢咁快退场啊？佢每年都坐到最后嘅喎。系咪佢越睇越伤心啊？可能佢都唔中意 T14冇乜特写镜头。パレードの空軍のパートは。有啲咩事？今次月兵麻麻地啦。行いません。哇！佢个膊头侧侧下，侧侧膊射膊。不过佢本身行路嘅姿势都系有啲怪嘅，即系普京行路姿势本身都有啲怪。佢而家应该系对住即系受阅步兵方队嘅嗰啲指挥官啊，咁啊喺度讲话啦。有噏乜啦？话嘴围住成班添啊！可能同佢讲啦，转头24小时之后，你哋就唔喺莫斯科噶啦。巴斯需要你哋，系啦。嗱，你翻去查，同你家人讲声，然之后一阵间上车啦。系啊。呢啲佢唔会派出去啦啩？正路应该唔会嘅，如果近卫军嘅，啲都会喺翻晒莫斯科噶啦。应该喺晒莫斯科噶啦，唔会派出去啩。唔系佢最精锐嘅部队，佢始终都要留喺身边。如果唔系真系政变有机会。
哎，多謝大家 stick 嘅支持啊！即係我哋呢個 live 人哋嘅 live 嘅直播，都可能真係會俾人標紅標，就唔知會唔會啦，黃標緊噶啦。有人話佢係咪去手術室我？唔係補翻支針先啦，得唔得？佢話支針嘅醫藥到啦，冇夠力啊！因為佢唔係即係呢個零鐘啫嘛，即係佢之前都喺度啊嘛。嗰、那个佢个外交部嗰个发言人啊，嗯，啊，嗰啲你见到好多嗰啲蓝字红色嗰啲咧，全部都系好劲啊，新手，好多 agents 啊，系啊，一个打卅几个噶。嗰啲嘅对等就系美国嘅 Secret Service， 香港嘅 G4 啊。香港 G4 在这班面前应该都不行，他不行啦，两个 level 不同 level 的、哦、喂，话时话有没有 nuclear football 啦，是不是后面现在那个部应该目标揸住那个啦，看看看看先有没有啊，因为俄罗斯的 nuclear football 很小个的、哦、美国佬那个好像入面有成五十磅重的款的，我见有人揸把遮而已，现在后面那两位揸住，诶、欸、诶、欸，我见到啦，得唔得啊？得唔得啊？系系系咪啊？见到。佢哋嗰啲三个、哦，唔系咁样先，三个、哦，咁样先至等你想抢都唔知抢边个好啊！有人揸把遮添，咁啊，问阿孖兄啊，揸住嗰把遮系咩嚟嘅咧？枪嚟啩？我觉得系防弹嘅，应该系。应该防弹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因为佢哋有嘅。美国 Secret Service 咧，唔系佢哋其中一个公事包都系咩咧？佢系一拉开咧，可以整成一个人咁高嘅防弹嘅链嚟嘅，系啦。而家唔系我一个打几个，我最多一个打好似打六个啫。我冇佢哋咁劲，我打过六个啫。我系打六个，但俾我系俾围殴到阿妈喺度。你打六个，即系俾六个围殴系嘛？我俾六个殴到我阿妈。咩中文嚟噶？根本就六个打一个嚟，咩一个打六个？你六个打阿富汗定系伊拉克啊？定系日本啊？年嗰阵时候啊，妖！哇，年嗰阵时候日本六个打一个，可能唔同性别噶嘛？我一个打六个，六个女嘅啫，我都 OK。你试下去挖佢，你踢佢啱嗰阵，你俾六个女兵打你啊嗱！如果六个女兵打马兴咧，马兴应该好享受嘅。任你打，打我，唔好打要害啦，任你打，唔好打面，唔好打面。唔系，我真系俾佢六个呕嗰个，因为嗰个训练就系你一定要支持住，然之后你好快掹枪制服佢六个。所以咧，我未掹出六个标，你打 Q 我，冇得打嘅。你一惯低之后，系咪一定系收皮的？后屘我咪掹出咯，一掹出指住佢哋，佢哋冇打咯。大家冇睇咁多 John Wick 啊 ，John Wick 呃 Q 你哋啊，咩有可能一个打咁多个？John Wick 用铅笔嘅喎，系咯。铅笔得唔得啊？马庆，你支铅笔你可唔可以做任务啊？啊，睇你插边度咯。我以为你话我写 report 嘅，我唔得嘅，我真去唔到。喂，支铅笔系inform叫 A10 嘅，应该系。我哋以前嘅衫咧，可以插支铅笔嘅，然之后你见唔到支铅笔嘅。哇！大家个焦点都系即系普京离场啊！诶，佢飞机未出嚟嘅。哇！唔系佢走咗就完咗啦嘛？哇！咁斋啊！今年飞机都唔出嚟啊！咁啲飛機掉曬過嗰邊，冇曬唔係啩？佢起碼都有遠程轟炸機，一定有嘅，即係圖160啊，圖22啊，即係圖95一定有。咁啊，蘇五七佢都唔過去啊，雖然得4架。
你而家话系咪冇油？咁唔会啊，俄罗斯产油大国，正照路唔系正路。佢依家啲油又唔系即系唔系下下一定要明卖得出街，应该都大把货，有把货库存啦。即系俄罗斯嘅空天部队系唔可能出嚟嘅，大家要记住佢嘅战略嘅轰炸机啊，同埋仲有佢嘅飞行表演中队噶嘛，系咪先？呢、這个雨燕同埋呢一个苏-27嘅飞行表演中队一定有嘅。勇士啊，勇士啊，系勇士，苏-27系勇士啦，米格29系呢个雨燕啊。佢兩個飛行表演中隊經常中意一齊即係一齊 show 噶，因為佢唔同嘅機型啦，同埋佢哋嘅編隊啦，好中意一齊表演。因為我比較中意睇米格29嗰隊，即係雨燕啊。係。佢有曾經嚟過珠海航展表演嘅，咁我係睇佢哋表演，係比較 dry 啲咯，即係佢哋好明顯。你同你話英國紅箭咧，哇，相差甚遠，即係嗰種嘅特技嘅動作就真係差好遠啦。咁啊，同埋就始终用苏-27咧咁重型咧机做表演咧，都系感觉系冇咁 sharp 嘅。咁啊，但系有一次我睇咧，就系勇士同埋雨燕咧，佢哋系混编噶喎。哇，混编咧就有四架重型，就另外系五架就系比较即系用米格人管。咁啊，混出嚟咧个效果都系一般啦。哇！真系行到入去。我仲惊咯，行翻系咪阴公咯？咦，个闸边入咗吓，咁啊搞掂啦，唔系嘛？哦，佢应该会去个纪念碑度献花，应该系。但系佢今年嘅献身啊，特别重要啊！哇，好多老兵啊！呢啲系咪二线？唔系二线嗰啲啩？系噶，应该系噶，应该就系当年死剩嗰啲噶。哇，九啊几、百几岁咯，大佬。咁佢打仗嗰阵都系廿岁靓仔啫，十靓岁嘅咋可能？今年咧，普京咧，佢出席好多唔同嘅场合咧，都俾好多唔同嘅人去做啲比较喎，好多比对，即系咧做嚟同2021年当时嘅仪式咧。咁啊，系咪一樣啊？著嘅服飾啊，佢嘅手勢啊，個主教啊，即係嗰啲上次復活節啊，出席嗰個儀式都係。係，咁啊，大家而家睇到嘅畫面咧，就係佢喺度向呢、這個佢哋啱即係普京大帝而家行落嚟啊，主要向呢個無名烈士墓獻花。咁啊，之前我哋睇完佢嘅步兵方隊同埋呢個裝甲方隊啦，咁啊，陣間出場應該仲有空方隊。后面好似有个人噶，嗱，你唔好行咁快啊！嗱，你唔好行咁快。你见唔见阿Simon咧？诶，有吗？点冇睇到？有啊，后面嗰个靓仔拦住啲老兵，嗱，唔好行咁快。有啲咁注意啊！讲老实话，即系佢哋而家向无名烈士献花啊、阅兵啊、默哀呢啲咧，纪念当年嘅呢一个即系纳粹侵略战争，佢哋保卫国家咧，其实一啲问题都冇嘅。问题系佢无啦啦将乌克兰同埋顿巴斯拎咗落去，觉得佢哋而家仲系打紧纳粹咧，呢个就系最大问题。其实我都好致敬呢啲老兵嘅，因为二战真系好残酷。系佢哋二战为咗呢一个抵抗纳粹，佢哋嘅牺牲咧，其实全世界都有眼睇嘅。呢、這个喺欧洲战场咧，佢哋作出嘅牺牲非常之巨大啦，亦都为咗即系战胜纳粹咧，佢哋付出咗好多嘅牺牲，同埋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先至即系将纳粹打败。所以呢一方面纪念，我哋唔反对，我哋绝对冇问题。
就好似我头先讲，最大问题系咩？系佢而家话乌克兰新纳粹而全面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呢、一个就系问题。即系呢个系藉口嚟嘅，大家应该睇完睇呢场战争都而家都明白，就系佢依家系用呢个作为一个借口嚟发动一个侵略战争。呢种嘅呢一种为咗自己嘅即系所谓嘅领导人自己嘅贪念发动嘅嘢咧，同当年纳粹希特拉发动战争其实一模一样。呢啲应该都系当年剩低老兵咯，先话，即系都仲有剩，都已经系好少有。哇，仲要行得走得喎，90岁、80岁都仲可以。系喎，仲行得喎。系啊，有啲好明显应该系当时嘅老兵嚟噶，有啲可能系当年嘅家属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即系军队嘅代表人啊。有人话系阿富汗嗰啲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摆完之后敬个礼先。不过而家见到啲老兵都着得都颇为体面，但好似话其实佢哋自己内部对于退咗休之后嘅一啲退役士兵，其实个待遇唔系真系咁好，好似当然同美军冇得比啦，系咯。你全世界退役嘅待遇都唔～系咯，Mark有咩睇？Mark应该例外嘅，佢哋应该。你净系睇下一代枪王 Kalashnikov 都就知啦，大佬系咪先？连嗰啲热水嗰嘢系后屘先申请先俾佢咋，一路都冇啊！大佬啲咁基本嘅嘢，俄佬都做唔到啫。其实讲到实话，唔单止俄罗啦，美国越战老兵嘅嗰啲待遇，经常都有好多报道，就系好多都系贫困啦，亦都即系伤残之后，都国家嘅保障都好少啦，系咪先？所以马兄，你讲真，你冇穿冇烂翻到嚟咧，好彩噶，真系。我梗系好彩啦，所以我好骄傲。你好骄傲，净系上完翻工饮咖啡食牛扒，冇穿冇烂就可以翻嚟。其实都啱嘅，讲真，即系上个战场嘅人能够穿身而退，已经系非常少有。嗱，三文，你咁样谂，有咩人可以阿富汗食牛扒、饮咖啡、饮红酒？巴闭，仲要冇穿冇烂咁翻嚟，饮埋红酒添，仲要冇穿冇烂翻嚟，系咪先？圣彼得堡那边的阅兵基本上就完结了。